溜滑梯的小朋友吗？好好，知道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他没画到在后面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哦。哦，他说我吃完了。小熊熊怎么了？知道吗？他跌倒。哦，前面的熊熊跌倒，那后面熊熊怎么了？他躺在床上。妹妹喝，你会倒吗？会。